哇！啲超高。星期四快乐啊！今日《星岛日报》都有讲到啦，就系呢个新景气进驻呢个中环士丹利街啊，第11间分店，边食火锅边听劲剧，就真系有创意啊！一窝蜂啊，内地品牌咁嚟香港，点解我觉得香港铺市嘅时候咧，四大原因呢啲过江龙会继续嚟啊！睇翻我琴日录嗰条片啦，仔细好详细，你同我哋讲比较长呢条片，听听啦，有帮嘅真系有帮嘅。哇！啲超高兴啊！今日睇《经济日报》嘅时候，将内地嘅餐饮品牌不断地嚟香港，涌，我觉得会继续嚟。四大原因，逐一逐啦。今次条片长啲，同你去解释。而家企咗喺呢个嘅中环士丹利街，向住呢个嘅皇后大道中嘅时候咧，就新惊喜香港首店火锅店啊，就系呢个振邦大厦，影成龙大厦先。呢间嘅铺头嘅时候咧，今日《经济日报》报道啦，就讲系35万租咗后面呢间嘅6000尺店铺啊，香港首店啊，内地嘅品牌又打嚟香港，50尺门面，100尺深啦。睇翻资料嘅时候 ，check 下，喂，原本业主超高兴啊，姓余嘅，92年嘅时候咧买落呢间铺，嗰阵时只系335万买嚟啫，回报系125%，即系用35万乘12个月，除翻330万，回报就系125%。望附近环境。呢度是中環士丹利街嗰邊娛樂行中環核心位置，轉翻過嚟嘅時候對到正就係呢個綠魚茶室啊！再過去咧就上環嘅方向。喂，呢間鋪頭點啊？而家入邊就裝修緊，影入邊嘅樣裝下俾你睇下。其實都係我有時誒問咁多做咩事得？喂，幾 OK 啊？好，出翻嚟嘅時候咧，呢間嘅鋪頭咧就講緊係35萬就租咗6000尺嘅鋪，較高峰嘅時候咧嗰時係另一個中式餐館就下跌咗40%啊！但唔緊要，最緊要租得出咯。嗱，我同你解釋翻，內地嘅品牌會繼續嚟香港四大嘅原因，同埋用一下啲好多人啦，係咁掃衰香港，係咁講衰香港點樣北上消費呢樣。你睇緊啲數據，我真係喺個市場度行，我真係丟活個租客，我覺得真係唔係太差。係股市就真係超級差，今日又跌唔知600幾點啦，係咁跌法真係頭黃啊！咁啊，內地嘅品牌咧不斷嚟香港咧，四大原因，再一同你解釋。第一嘅時候，你要知道而家係北上消費咧就冇限制嘅。但是南下就關卡重重，如果落實了呢個1000多行嘅話，我覺得大把遊客會嚟香港啊，咁啊分分鐘啊過億，我覺得都唔奇啊。第二嘅時候咧，就嚟香港嘅時候咧，同嗰個嘅留港消費嘅人咧個相差咧係16.5倍嘅消費，等下同你去解釋一下。所以咧北上消費係 no problem， 啲人琴日都唔使錢嘅，你同我都留喺香港都唔係好使錢嘅。咁但係咧一去咗日本啦，去咗韓國啊，去咗深圳嘅時候咧，心情唔同咧，錢就使多啲。所以最緊要咧係有遊客嚟香港。三嘅時候咧，就係港幣同埋美金係掛鈎啦。你要記住啊，相比2013年嗰時零售最高峰嘅時候咧，而家個零售銷售額2023年仲相差17%。但你記住喎，10年前嘅時候咧，日本 yen 跌咗40%，歐羅跌咗20%，美金比起呢個嘅人民幣又跌咗10%，所以先港幣其實好勁噶啦。第四嘅時候咧，始終你明白啦，香港有獨有嘅，香港而家聽話好多，咁所以喺呢頭嘅時候，你睇真啲咧個。語言又好，揸車左右又好，嗰啲嘅 sign 又好，文字又好，即係所有法律制度又好嘅時候，即係難聽啲，行嗰條街買本鹹書你都買到啊！但係大陸你做唔到嘛，所以呢啲係獨有嘅，所以咧呢啲會吸引內地14億嘅同胞過嚟香港唔奇。再做咗仔細嘅數字咧，而我同你去解釋點解我覺得內地嘅品牌不斷會嚟香港，四大個原因。第一講多次啊，就係而家你知啦，北上而家係冇限制啊，但係南下嘅時候咧，消費咧就關卡重重啊。睇一睇翻個數字嘅時候咧，2023年1月8日就首階段就香港通關啦，不足一年嘅時間。咁睇翻咧，2023年全年咧，香港咧即係話有大概係3400万嘅遊客入邊咧，有大概80%，即係2700万咧係內地嘅遊客。而家就恢復翻疫前咧大概53%。2018年最高峰嘅時候咧，係曾經有5100万嘅內地人客。但你知唔知上海同埋北京有幾多內地遊客？上海有3.7亿啊，北京有4亿啊。疫前咧。講喺2018年嘅時候咧，咁變咗咧香港嘅數字，喂大佬最高峰得個5100万，人哋3.7亿、4亿，簡直係小巫見大巫啊！所以咧，而家北上消費咧嘅時候咧，因為冇限制，南下就咁多關卡重重，只要落實呢個1000多行嘅時候咧，由呢個深圳開始推去大灣區，推去廣東省，推其他省份嘅話，砰砰聲啊，大陸客嚟啊，即係分分鐘真係過億嘅遊客嚟香港啊！真係唔奇，而家個個都講係香港嘅承受能力頂唔頂得順啊？唔係講緊話離曬香港嘅時候，香港都太大，所以香港係好細嘅啫。你要知道，咁所以咧個見到亦都解釋點解報章不斷見到而家內地嗰啲嘅餐飲業啊、零售業嘅就喺香港咧係首次開埠，包括呢一間新景熙咧都係香港首次開埠。第二你要知道啊，香港人嘅時候咧
去旅行使錢就多啲，留港消費就過到嘅時候好 cheap， 包括我在內可以成日唔使錢，但係我去日本去深圳去旅行，我唔會唔使錢噶嘛。咁所以咧睇翻數字嘅時候啊，個北上消費咧係唔會逆轉，只會越嚟越多。但最緊要睇翻就係做鋪咧，就係、是、南下嘅時候咧，究竟有幾多個遊客會過嚟消費？咁而家睇翻跟翻香港嘅旅發局嘅公佈嘅時候，2023年咧就訪港旅客咧總共有3400萬，當中咧有一半咧就會過夜，平均留港係3.6萬。而當中咧一半過夜入邊嘅時候咧，平均咧係留3.6萬嘅時候咧，咁佢哋按翻個統計人數咧，即係平均過夜嘅人頭消費咧，就講緊係8212元，除翻每一晚咧，即係話每一日。每一人咧消費係平均係2281港幣。通關前啊，你用翻啦，當通關前嘅時候，全香港人都係留港消費啦。咁嗰時因為未通關嘛。2022年嘅時候咧，零售消費總值嘅就講係3500億，近乎零嘅人口情況底下，香港有740萬人。咁你取除，即係平均每個香港人每一日係平均係使緊130元港幣。嗱，2281元比起130元港幣，2280元係遊客嘅，130元係香港留港消費嘅人，相差16.5倍。我明白有啲人有錢啲，有啲人窮啲，有啲人可能綜援，有啲人可能唔出街消費。但係總之咧，睇個大餅嘅數字嘅時候，即係代表咗嚟香港嘅遊客嘅消費咧，遠遠個正面影響係大過北上消費，因為班人唔北上消費係咪都會喺香港使錢，都可能會有限嘅咧。同埋你都知道啦。始終你同我出咗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心情係唔同，留喺香港使錢都會少啲咯。仍問喺香港困咗3年嘅疫情喺香港，北上消費下可以有外面消費下，我都明噶，人之常情，咁都能夠去理解。三嘅時候你記住啊，香港咧同個美金係掛鈎嘅。香港美金掛鈎咧，最高峰嘅時候咧，香港嘅零售銷售2013年咧嗰陣時係最高峰。10年間嘅時候咧，你用利率個嗰個匯率啊調整之後，其實香港消費力係好強嘅。比起2023年嘅時候咧。2013年同埋2023年咧，係相差咗17%。但你計一計翻當中嘅時候咧，2023年咧，就講緊4100億咧，預期4100億係香港零售銷售額。咁但係咧，比起2022年嘅時候咧，就上升應該係17%，但係比起2013年嘅時候咧，應該下跌咗，仲係17%，就係4944億。2013年係最高峰嘅。但係記住啊，港幣同埋美元掛鈎，近10年間，如果你筆錢係擺咗喺日本 yen， 2013年到而家咧就貶值咗40%。Euro 咧就貶值咗20%，比起美金啊，人民幣咧都貶值咗10%。換句話講嘅時候咧，調整咗匯率之後，其實香港零售業咧用美金計算其實好勁嘅，你知唔知啊？係好勁嘅，仲爭17%。你要記住喎，2023年嘅時候咧，係1月8日先至首階段通關，連呢個嘅飛機啊、國泰呢啲啊請唔到人啊、運力啊，都可能得嗰5-7%啊咁樣嘅啫。四香港你明啦，喺國家嚟講擁有好特別嘅一個旅遊景點，文化又好，原有乜都唔同咧。咁係無可替代，對14億嘅內地遊客嚟講咧，都比較特別新鮮。包括你同我都係，你都知啦，喺香港係香港，但我哋過咗去澳門，即使係講廣東話都，我哋睇下啲澳門澳幣又好啊，啲語言又好啊，文化又好啊，景點又好啊，葡式嘅建築，我哋都覺得新鮮啲啦。呢個係香港獨有嘅，所以咧。香港而家你睇翻香港咧，同以前唔同啊，真係聽話好多啊！你知呢個國安法又好，23條立法又好嘅時候，大灣區同埋呢個中港必定係更加融合，無可逆轉嘅啦。所以咧，只要咧中央係放行下香港呢個嘅1000多行啦，覆蓋嘅城市啊、省份越嚟越大嘅話，香港獨有好多啊，即係文化又好，講嘅語言又好啊，法律嘅制度又好啊，貨幣又好啊，言論相對比較自由又好，呢個嘅電子傳媒又好，中西合璧到嘅時候，真係好唔同啊！喺香港你去書報攤啊，你買到嗰啲雜誌。大陸你都買唔到啦，即係講真咩啊？你話批評中共又好，或者甚至乎一啲難聽啲，即係成人書刊物都嘅時候，香港都有。你入去睇啲 VCD 鋪、DVD 鋪啊、AV 鋪啊，香港有，大陸都冇啦。香港有好多啲咩，即係我費事講咁多，即係有好多呢啲係即係大陸冇嘢嚟噶。咁所以咧，對於好多個14億嘅內地遊客，好新鮮感。一新鮮嘅時候咧，就自然咧係想嚟消費一下。你同我都係啦，去澳門都感覺新鮮感。你同我去台灣嗰啲感覺新鮮感多啲啦，去檳榔呢都特別啲啦。所以咧，而家嚟講嘅時候咧，睇翻呢度嗰14億嘅遊客嚟香港，咁咧即係分分鐘，我覺得啦。你記住，上海係3.7億。北京是4億，嚟緊嘅時候，今年咧分分鐘又會再創新高添啊！所以嚟緊香港，講真，以前最高峰5100萬遊客是內地的過億接住嚟，我覺得不出奇嘅，幾年來唔出奇嘅。同埋咧，香港街鋪是很小啊，街鋪是冇新供應喺香港，有很多商場都嘅時候咧，遊客嚟到不會淨係行商場，佢一定會行下街道，一定會行下中環、銅鑼灣啊、旺角、尖沙咀咁樣。而香港每一年咧街鋪嘅成交即係大概1000宗，成交量200億港幣，好小嘅數字。即係200億港幣，即係一日股市成交等於係香港5年嘅商鋪成交量啦。咁街鋪有冇新供應？同埋咧，
嗰200億嘅成交入邊嘅時候咧，分分鐘著咗可能係四分一到嘅時候咧，係內部轉讓，扣除嗰啲嘅時候，個餅可能更加大添。咁所以嚟等你嘅時候咧，街鋪嘅話咁細嘅市場，又谷一大扎遊客過嚟，我相信鋪市必升噶啦。長遠咧，嗱衰啲講句，我就覺得有能力嘅人咧就留喺香港，有能力消費嘅人咧賺到錢。收入比較薄弱的話就去了大灣區了，退休不應該留在香港，消遣在香港以外的時候便宜一點，香港是一個賺錢的地方，所以大家要對香港未來這個賺錢的地方是有信心，大灣區就要來退休啊、消遣啊，這個完全明白的，因為賺錢就是這裡賺，但如果你覺得賺到那麼多錢你就在大灣區賺，但那裡的消費能力的時候跟香港又不同了，會長遠要對香港有信心，相信啊就是學好普通話，包括在內，在這個小紅書在哪個其他 channel 都講到普通話了，專注勤力啊，長遠就會跑人大師，恭喜這個新景熙火店陸續有來在香港繼續開鋪，30萬租在後面6000呎的鋪的時候高峰跌了下來40%，但始終在那裡砰砰聲繼續開鋪，新店陸續有來，四大原因剛剛跟你解釋完，記住在香港買鋪租鋪找我盛匯商務基金創辦李吉玲，多謝盛匯服務式商鋪，資助租客開業，減低開鋪資金壓力，持續提供租務的支援，還幫手宣傳推廣，即刻聯絡我們的租務部啦！鋪增加10，有興趣就聯絡我們服務式商鋪大師啦！拜拜！好，望一次今日呢個《經濟日報》嘅報導啊，過江龍啊，嚟緊大把過江龍會嚟香港啦。四大原因啱啱同你解釋完咧，就係呢間框柱嘅門面，闊大概50尺深100尺到啦，偷偷雞撞下嗰間鋪入邊同埋個圖蹟。咁就另外今日嘅《經濟日報》嘅報導，另外佢都整咗個表出嚟咧，就話近期呢個過江龍啊，內地嘅好多餐飲業點樣過嚟香港咧？呢間鋪就喺只陸羽對面嘅，就再裝喺間鋪入邊啦。咁有 video 就喺邊裝修緊啲人。成間嘅鋪頭棟大廈，好啦，各位租客買鋪租鋪揾我哋啦，大把過江。